我是一个水瓶座的喵。我是水瓶座，我的情人是白羊座。白羊座的人聪明、热情，新点子层出不穷。因为白羊随时准备开始新的冒险，所以从不占人。这点也正好符合你的想法。你是风象星座，白羊是火象星座，你们的组合将拼发出强大的力量。你们俩都忠诚开朗，这将使你们的关系绵远流长。你的白羊在床上是自信而富有创造力的，也不会感到紧张，你也不会。你们没有很强烈的占有欲，也没有妒忌心，因为你们都受到富有创造力的天王星影响。你们会自觉创新，深深享受着你和你的白羊恋人之间的激情四溢。如果你爱你的白羊，坚持下去，毫无疑问，你的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。你客观公正，所以你将会发现你和你的白羊恋人是如此的和谐。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可以按个赞以分享哦，然后再按一个小铃铛，你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咯，谢谢你们咯。